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沈和莲沈父。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佛陀第五周平时的福音，星期一的福音。你爱耶稣吗？回答可能是我爱啊，我当然爱耶稣啊。那怎么知道你是爱耶稣的呢？今天的路王福音，耶稣说，接受我的命令而有遵守的人必是爱我的。真是多么动人的话。最近啊，上国西书记出了一本口舌之罪的书，他的书名叫活出爱。他在84岁高龄的时候呢，被检查出罹患肺腺癌以后，他一个反应啊，怎么是我？我怎么得了癌症了？但是他经过长期的很热心的祈祷以后，他的问题改变了。为什么不是我？我要利用这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医生给他说只有几个月了。他说我想办法要给大家来一个分享生命的意义，所以呢，他就展开了前台关外生命走透透的献礼活动。他已将一年多来超过1000人的场次就有25场，另外呢，有大学的、社区的、监狱同其他宗教对话，还有政府机关，很多人都来请他来演讲，啊，不胜枚举。第一次他演讲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那个中正纪念堂很大，可能人不多，你叫圣家堂教区教友来听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就同动员，我就顶多100个人了，啊，他后来有两位那个徐汇中学的老师，他们就把徐汇中的学生也出来，啊，所以第一次啊，人并不太多，但是他的那个讲话这么热心，使得台上的人就是不第过了以后就请他，这里也请他演讲，那里也请他演讲。真的是想不到天主就会利用他最后生命的这一刻来为宣扬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呢是化癌为爱，这个癌呢，那个英文叫 cancer， 那个爱呢就是 love， 一个是二声，一个四声啊。所以呢，他 let the cancer becoming the 那个 love， 所以他用爱告别，用爱见证生死，用爱挑战极限，用爱传天是非，用爱传播福音，用爱来活出希望。三书记爱耶稣，活出爱，我们也爱耶稣，那我们做得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所听到的不是我的话，而是我父派遣来的话。宗徒们当时不太懂，不要紧，耶稣显下要派遣那复活者，就是父应主耶稣名要来到的圣神。到那个时候就会明白耶稣所教训的一切了。耶稣复活节我们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啊，50天到5月31号就是圣神降临节五旬期。那我们真的要热切地祈求圣神爱的人来赐给我们天上的爱，真正的爱，努力呢在我们时常生活当中来表现出来。不管是善书记啊，我们还有天上的圣人圣女啊，还有我们教会的很多很好榜样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用来爱活出实际的爱天主的行动。就天主降福大家。